你好，堂伯起来呀！你带一件困兽裤啊！你我起来了，。李贤，你相信阿信？我相信哦，对，哈，我以为俺阿弟无事，干嘛呢？老君，你是讲我骗我鬼你啊？你看，我平安无代志啊。若是安尼，我跟你讲，你爬起来去啊，看卖啊嘞。哈哈哈，无事，无事。太未知啦！伊啊，这个本来一个趣事啊，伊就是当地他，伊啊，你群归伊的肉体，当然你就变歹卡咯。哪里，你的面容嘛拢变咯？我说是，我说是，你将是你救鬼命，过来。Yeah.